首先介绍的是抗花王的 3D 硒蓬松定型喷雾，这款喷雾非常适合希望增加发亮与自然蓬松感的人士，具备强力的立体塑形力。喷洒后不仅能够保持发型在湿气与水分影响下不扁塌，还能增添一丝弹性，不造成僵硬的效果，完美适合直发和卷发族群。它的耐湿特性让你在潮湿的天气中也能保持发型的丰盈，让你的造型随时都看起来充满自信。接下来是丽洁的丝意欢速发系列造型定型雾，这款喷雾以自然成分为主打，搭配微细喷雾技术，实现了均匀的喷洒效果，提升了自然的定型感。无论是短发或长发，甚至卷发形态，这款喷雾都能提供清爽的触感，完全不会黏腻，使你即使在炎热的夏日也不会感觉过于闷热。这款喷雾是追求无负担的男性发型设计者的不二之选。首先，我们有来自德国的施华蔻 OSIS 强力定型顺干持久美发造型喷雾。这款喷雾以其卓越的定型效果而闻名，独特的高压喷雾技术使得细密的水雾能够柔和且均匀地包覆每根发丝，塑形成型的同时还能散发出自然光泽。此外，它在发丝表面形成一层防护膜，可以有效抵挡日晒和湿气的侵害，非常适合追求强效定型的人士。无论是要抵御潮湿天气，还是想保持长寿命的发型，这款定型喷雾绝对是首选。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Versus 沙宣 Firman Flex 随性定型喷雾。这款专为女性设计的喷雾，拥有轻盈的水基配方，可以让发型保持自然柔软，不会产生僵硬感。它的微米雾状质地对于发型的均匀喷洒非常有帮助，使用后也不易出现白屑的情形，非常适合那些追求自然造型感及轻盈感的朋友。虽然它的定型力没有那么强，但如果你想要自然的造型，它无疑是个很感人的选择。然后是 Lucido Alessio L 强力定型喷雾，这款来自日本的喷雾针对潮湿气候的防护效果特别好，它的弹性定型微粒喷雾能够为发型提供长效的定型，同时不会让发型变得过度僵硬，而且它使用后不会感到黏腻，搭配清新的花果香气，整体体验非常舒适，特别推荐给选择居住在湿润环境下的使用者。